这啥呀？大石头啊？权杖头。啊？权杖头，双方玉。权杖头？嗯。那这老大？文化奇运。这家皮壳可够啥？多少钱呢？这5000。5000呐？这条鱼呢？鱼6000。嗯。东西还行。哎，这个啥呢？这个鼻息。这是玛瑙的、啊。对，玛瑙鼻息。这个挺好看的，多少钱？对，原价7000，你现在能给我3500。天哪，对折了啊！你赔钱，你现在什么生意？太贵了。能给多少钱，哥？嗯，你说给多少钱？600。那不行，那差太多了。700。不，800行了。我就给3000。不行，不行，850。不动，给不动了，给不动了。900吧，最多了。那不行。这个啥？这个削多少钱？哎，那小1200，这是玉的不？玉是玉的是吧？嗯，1200啊。行了，900，我给你拿这个得了。不动，哥，那最后一条，给2000。1000。不动，最后一条给2000，赔钱，赔太多了。1100。不行，那这咱没有。整不动，1200，整不动了。咱再碰一下，1600，我认赔不？不行，1200行了。不动，1200。不行了。差太多了，看你还有啥嘎东西没？捡点漏，这啥的？合香的。多少钱？这1500。合香就合成的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个香灰的。你咋不大呢？嗯，人多多了。行了，1200啊。不行，哥。1200。最后一口，咱加点都成。哎。不加都成不了。1250。咱最后一条，你看能整就整，1350。我别说1400，也别说1300，1350。1300，行了，1300。1300。50啊，哥呀。行，往我加50给粉丝得了。1350。这行，赶紧。行是吧？赔好几百。这洗这玩意儿味道挺好。确实肯定是老的，老玛瑙，这是老玛瑙。原来给过6000都没卖。哎呦我操。现在不没生意。你现在真是大角儿，你这卖的是大角儿。道具。1300啊，1300来的啊，加1350得了，就遁地呗。大家好啊，圣经淘宝日记啊，我是老王，这是我今天的收获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的啊。这个是几串老珠子啊，地方玉的老珠子啊，然后有圆的，有这种。管型珠啊，这是一个辽金的一个玉佩啊，上面有两个鹤啊，一个和田白玉的大的一个观音啊，这一个大尺寸，后边是雕了一个荷花啊，一个大摆件啊。这个是小金刚的啊，小金刚的脖挂啊，然后配了一个这是绿的啊，玛瑙珠子啊，小配饰还挺精美的啊，这也是盘出包浆来了啊，搭配的不错啊，这有年份啊，一个中古的一个大手串啊，全是这种大磨盘珠啊，都是玛瑙的啊。然后每一颗都非常老熟了，珠子啊。一个小灵管，这个是玛瑙材质啊，绿玛瑙带灰皮的啊。这个材质比较特殊啊，这很少见的材质啊。一个老玉的一个手镯啊，上面是带这种云纹的啊。云纹还有饕餮纹啊，带红沁啊。一个碧玉的啊，碧玉的小狮子啊，小手把件啊。辽金的一个带板啊，是个人物啊。明代的慈龙璧啊。
一个籽料的啊，籽料的一个弥勒佛啊，这个也是一个籽料啊，一个籽料的一个小手把件啊。一个驰龙机芯配啊，这光气特别好啊，油润度也非常好。一个大的一个兽啊，一个瑞兽啊，这么瞅的话是个人儿啊。这是和田青花的料子啊，料子非常不错啊。一个辽金的一个带板啊，一个墨玉的啊，一个小盒啊，这玉质非常老熟啊，后边带这个纹饰的，带这个龙纹的啊，然后有这个牛毛纹啊，一个老勒子啊，一个玉管啊，玉管也叫勒子啊。一个老提油的啊，特别漂亮啊，这个油润度啥都非常好啊，手里拿着玩的或者是穿一个锁骨链啊，这些都行。老的琉璃的啊，老琉璃的一个手串啊。这个是玛瑙的啊，玛瑙的一个辽金左右啊，是一个小鼻洗啊，应该是一个小文房器啊。这边上有几个小猴子啊，还有蝙蝠啊，在这是灵猴献寿啊，在陶着的啊。然后这个包浆特别好啊，这东西特别有味道啊。然后里边打弯打的也非常光滑啊。一个天珠的小手串啊。这个是紫檀的啊，紫檀的，然后这有一个老珠子啊，一个牛角珠啊，做了一个锁骨链啊，配了两个天珠，还有两个小配饰啊，这是南红玛瑙的啊，上面还有镶嵌啊，小斯托林啊，配了一个粗绳啊，可以调节啊。这个是一个那个道光的一个，就像一个供的东西啊，一个供的一个像佛龛一样啊。这个里头好像是陶制的啊。这个是一个戒饰啊，上面是一个籽料的一个螭龙啊，这玉质特别好啊，皮子也特别漂亮啊。一个辽金的一个小壶啊，一个盒模的一个太阳神人啊，这玉质工作非常不错啊。这个是一个饺子啊，一个饺子，这么长的啊，上面有带镶嵌啊，像荷叶的什么的，小螃蟹啊，八方来财啊，都有寓意的啊，还有鱼，还有螭龙，荷叶连年有余。一个小香炉啊，这个是一边一个小兽啊。一个冲上的脑袋，一个是冲下的啊，然后乾隆年制的款儿啊，这个是一个老紫檀的啊，老紫檀的一个笔筒啊，皮壳包浆啊，使用痕迹都非常明显啊。然后今天的东西就这么多啊，喜欢老王的还是给老王点免费的关注啊，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，长按点赞3秒那种，然后谢谢大家啊，下期再见啊。